终老有益的未来，在青年，互联互通的根基在心心相通。几天前，我收到几位曾在中国上海学习铁路专业的老挝留学生写来的联名信。吃米一田恩，吃鱼念水情。我们知道是习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让我们有了在中国学习铁路知识的宝贵机会。我们越来越忘不了，越来越舍不得中国这个第二故乡。我们都立志当老挝张学友。他们一致表示，要把在中国学到的本领贡献给中老铁路的运营和发展，我对此感到非常高兴。中方愿为中老友谊之路培育更多栋梁之才。我们期待中老铁路通车后，老挝也能像中国那样飞速发展，老百姓生活越来越好。欢迎中国朋友都乘坐南昌号动车组到老挝来看看，走走这条通向中老共同美好未来的希望之路。吃米一田恩，吃鱼念水情。大家好，我是上海应用技术大学铁道工程专业的首届老挝留学生毕业生童朗。我们是非常幸运的一代老挝青年，在中国蓝莓合作专项基金和上海市政府的支持下，成为老挝首批赴华学习铁道工程专业的留学生。今年六月，我们九名同学全部顺利毕业。我们知道是习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让我们有了在中国学习铁路知识的宝贵机会，让我们有了成为老挝张天佑的闪耀梦想。我们给习主席写信，向他汇报了我们在学校爱科技卓越工程师培养方式下的学习收获，在上海见证中老传统友谊的亲身感受，还分享了对中老铁路即将开通的激动喜悦，同时也倍感光荣和自豪。作为中老传统友谊教育交流一带一路倡议的直接受益者，借此机会也表达了对习主席由衷感激之情，对中国人民的感谢和想念。去年回国之前，在云南玉摩铁路参加大道之行中老铁路通研学活动时，我们就有了给习主席写信的想法。十月底，我们都被老中公司和昆明局顺利录用时，我们完成了信的初稿。我们告诉了上海的老师，老师十分支持我们的想法。后来我们几位同学共同商量，为了把我们心意更好地表达出来，大家经过了半个月的反复练习，最终决定由我执笔撰写。下面向大家分享前不久我们写信传递和送信很有意义的一天。这就是我们很有意义的一天。习主席曾说，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我们现在也感觉到很幸福，
我们都立志当老挝张学友，一定做好两个工程师。去年我们庆祝了筑牢建设节，一道回顾疫情带给景下的千难万阻辛勤工作，建设铁路的伟大壮举。这些年我们看到铁路建设给老挝经济和人民生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我们期待筑牢铁路通车后，老挝也能像中国那样飞速发展，老百姓生活越来越好。未来我们想同家更多中老青年朋友更好的持续经营好中老铁路通这一名将交流平台，以铁路为媒，开展铁路安全科普活动，让老百姓认识理解和支持铁路，让世界了解中老合作成就点赞。欢迎中国朋友都是坐南昌号动车组到老挝来看看，走走这条通向中老共同美好未来的希望之路。我们越来越忘不了，越来越舍不得中国这个第二故乡，希望疫情早点结束，我们可以再到中国回上海看看，向中国师友汇报我们的学习成果，和中国朋友们叙叙旧。中老铁路既是联通之路，也是友谊之路。热烈祝贺中老铁路顺利开通运营。